近年来演艺圈中涌现出许多优秀的女演员，而其中一位特别引人注目，那就是杨紫。她的出色演技颇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和赞誉，让我们对她的才华赞叹不已。在多部电视剧中，她饰演的角色赢得了观众的青睐，并成为了该剧收视率最高的因素之一。她不仅仅是通过出色的外表吸引观众，更是凭借着超强的演技把角色演绎得栩栩如生。她的表演不仅仅是发自内心的，更是将角色的情感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，每一个细节，每一个眼神，都能够引领观众进入她所扮演的角色。杨紫不仅能够通过出色的表演让观众感动，更能够从中展现出女性在社会上所面临的各种困境与挑战。她的表演引发了观众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思考。总之，杨紫以高超的演技赢得了观众的喜欢与崇拜，她的表演充满着情感，深入人心，带给观众很多感受和思考。我们相信她在未来还有许多精彩的表演会呈现在观众面前。